专员真认为这次军火是我们劫持的？我不怀疑你，但我相信事实。吴龙在哪儿？是不是又让他行动了？赶快让他撤！不，要是不走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谢二爷，你真是教子有方啊！其实我是怕专员大人有危险。岳父，不要听他吓唬你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保证踏平谢公馆，绝不留一个活口。各位弟兄，大家都把枪放下吧，都是自己人。义父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这显然是中共地下党的离间之计，他们就希望我们自相残杀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可以强渡吴江，长驱直入，攻进九阳城了。你接着说，大点声。你想想，如果是谢公馆劫持了这批军火，他们会藏在那个破祠堂吗？再说，现在已经弄清楚了，那批军火就是地下党劫持的，谢公馆的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冒这个险。我想他们是真心与你冰释前嫌，同甘共苦，一起抵抗共军的。专员大人，身边的小人众多，怕是受了谗言了。你他妈说谁呢？宋副官，我说你了吗？那你是在说我了？少团长怎么可能是小人呢？啊，你也太谦虚了。好了好了，谢二爷，其实我也不相信是谢二爷干的，就凭那几支枪，我就能断定是非？那我做不到。谢二爷，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你总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吧。啊，好啊，我明天就带着保商队到263师报到。好，谢二爷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妙泉酒楼。走。中共地下党好像已经盯上你了，你可要小心呐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？涂小姐的意思是让你多加提防，以防地下党趁虚而入，就像这次故意挑起事端，让我们自己窝里斗，他们好坐享渔翁之利。涂小姐，我说的对吗？谢二爷真会揣摩女人心思。我二叔当年也是风流倜傥，文武双全，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跟他好呢。哎，谢二爷现在看起来也是风度翩翩。是风度翩翩啊？哈哈，风度翩翩，高深不可测，让咱们这些晚辈实在是有一点摸不清头绪。过奖了，石专员才是风采依旧，儒雅非凡啊，让我好生妒忌。谢二爷，我看你是在说笑吧。其实啊，我石某人没什么，就是活得坦荡，懂得呀，把过去的事情都忘了。岳父大人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好。这人生在世，就应该像现在这样开开心心的活着。咱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，这种生活多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，
来来来来，诸位再喝上一杯。要不是涂雪兰，这场好戏就有的看了。这下好了，他们之间走得更近了。我要负主要责任。你向马书记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。我甘愿接受任何处分。这不能全怪你，涂雪兰这个女特务是我们的老对手了，阴险狡诈，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栽在她手上的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之前跟她交情不浅。是啊，我们是不浅。怎么，你想调查我？我调查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最近这根神经绷得太紧了，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心存怀疑？我谁也不怀疑，我就怀疑我自己出了不少错。说实话，我呀还得感谢中共的地下党，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，要不然今天晚上我们大家怎么能坐在一起呢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为了感谢共产党，咱们呀再干一杯。这话听起来也挺别扭的。你啥意思？姨父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相信在姨父的统领下，我们大家一定能守住九阳，确保重庆东大门的安全。来，我们大家敬石专员一杯。来，好啊！我看啊，大家就不要进我了，要进，咱们进中共的地下党。谁让中共的地下党做了那么多好事呢？又把咱们大家给聚到了一块儿，你说是不是，谢二爷？来来来，进中共地下党。看看你又来了。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，失败也在所难免，关键是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吸取教训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得亲自和石一堂谈一谈。这样太冒险了，我得向我爸做个汇报。来不及了，我准备先从乔副官身上找到突破口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我发现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。二叔，我觉得石一堂这个人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阴险毒辣，他宽厚仁慈且不计前嫌，反倒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屡次的陷害他。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你呀，又被他的表面现象迷惑了。这就是石玉堂的狡诈之处。魏武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清醒一些？嗯，当然，目前我们的利益相通，只要他不乱来，我们就得和他同舟共济。请你记住一句格言，并不是所有的人走在同一条路上都是朋友。我当然是和二叔走在一条线上，您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咱们呢，再拿出一些枪杆子来，表示一下我们的诚意。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不到关键的时刻，他不会轻易对我们动手，因为我们还有被利用的价值。嗯，二叔说的对，我们不应该放松警惕。可是我们一旦发现他要对我们斩尽杀绝的时候，
那就必须提前毫不犹豫地把他给除掉。二叔，您不是历来都反对我这样做吗？怎么现在又变了？变才能通，否则就是可以被任何人宰杀的对象。你记着，这世道上没有什么不变的，只有一条不能变，那就是仇恨。义父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告辞。哎，师座，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。什么事？九阳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希望和你正式见面。怎么？你跟共产党有接触？啊，不是，他们主动联系的我。看来他们对你很信任。他们更信任的是您。我看我还是不要跟他们见面。我个人的身家性命是小事，可九阳百姓的性命那可就难说了。这样，你代表我去见他们，要记住注意安全。是。您先回去，等我把药配好了，我让人给您送去。啊，好吧，慢走啊。稍等啊，小曼，这位刘先生的药方要特别小心，天南星、乌宫和半夏的量一定要称准，不能出一丝差错。明白了。哎，这位小姐，你是看病还是找人？两者都有。你是新来的？我已经在这里好几天了。怎么没听周瑜提到你？哎呀，她一个黄毛丫头，这没钱又没名，这地皮还没踩熟呢，我提她干什么？难道非要我说，请你对她多多关照？这种客套话我可说不出口。行，你忙你的。行，你跟涂小姐先聊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涂？哦，那个周叔叔经常提到你，每次提起你都是一脸微笑的样子，看起来很深情啊。哎，不许胡说。哼，来，走。哎呀，啊，郑岩大人，郑岩大人，宋先生。事情办得如何？啊，三个乡共征集了4000壮丁，最大的57岁，最小的15岁。哦，今儿下午就可以送到2630师部接受训练。宋先生，你办事神速，不愧是党国的栋梁。哎，白家寨的情况如何？哦，根据专员的指示，我们只是象征性的发布了一下征兵公告，不敢强行征兵啊。毕竟现在到处都是保民，政府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啊。好，事情办得好，我一定会向宋司令为你请功，给你颁发一个荣誉勋章。多谢专员栽培。哎呀，你脸色可不好看，是不是生病了？你看出来了？我看出来了。我看出什么了？我怀疑自己好像怀孕了。哼，好事。哎，你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好好看看，给你开一副安胎的药方。你好像
一点都不紧张。我紧张什么？这孩子又不是我的。算了，还是别看了。怎么又不看了？还是不知道结果的好。你是说我，还是说你自己？我也不知道。小马，我跟你说过，这个药方很重要，不能出一丝差错，不然会出人命的。从来没看见你发那么大火，我怀疑你今天才真的吃错药了。就算是名医，也很难避免吃错药。中华医药浩瀚如海，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对每一味药都了如指掌？就算是对每一味药都了如指掌，但有谁能保证对他们之间的配合了如指掌？王老板，谁呀？哎呦，石大人啊！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王老板，你们的戏演得不错呀。真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老班主，干你们这一行一定很辛苦吧？承蒙石专员夸奖，你看我们就这命，别的能耐也没有，只能靠这个混碗饭吃。老班主啊，我最讨厌那种虚情假意不说实话的人。我也不喜欢。好啊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问你，冉玉强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你看，自从我知道他是共产党之后，我就跟他断绝了一切关系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还是做好我们的本分，心里踏实一点。嗯，这就对了。好好唱你们的戏，不要跟其他人瞎搭咕，否则的话，你这个川剧班就保不住了。哎，就是就是就是，我们只管唱我们的戏，别的一概都不管。就算是共产党打进城了，我们也只唱我们的戏。什么？共产党来了，你还想唱戏？啊，你看，石专员，我这人就是不会说话，您别介意啊。小马，去把仓库里的药都拿出来晒一晒，今天天不冷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，单独看一个人很明白，但是把他们搅在一起，那就是雾里看花，中隔一层了。又来了，你总是酸溜溜的。邹大夫，我胃病又犯了。那就不打扰了，再会。慢走。涂小姐，有空再来。多好的一座古城，多美的景色呀！可惜啊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炮火摧残了。师座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坚守阵地，绝不让一寸土地落入共军之手。师座，下面一群乱民在闹事儿。走，看看。都他妈给老子听好了，九阳城的防线坚不可摧，即便共军踏过了乌江，也休想踏进九阳城半步。大家快回去，该干嘛干嘛，谁他妈再闹，老子毙了他。我们要出去，我们要出城，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马上调转来，石左道，谁让你开枪的？把枪放下！
你以为开枪就能解决问题吗？父老乡亲们，我是二六三师师长石义堂。奉为出军，奉为出军，参见。大家请安静一下，听我说两句。水兰真的怀孕了。她是在试探我。她是在探你心里酸不酸，探你的旧情。她是在探我是不是共产党。我在想，她没有从玉祥嘴里得到她想要的证据，不甘心呢。总之，你要小心这个女人。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，请大家相信我们九阳公署，相信我二六三师的全体官兵，相信我石宝，我们一定能把共军消灭在乌江里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在这儿要发一个毒誓，我绝不离开九阳城半步，我宁愿战死在疆场，我也要保住九阳城的一草一木。同时，我也希望你们拿起手中的武器，共同抵御共军，保卫自己的家园，好不好？既然大官都说九阳能够保住，我们还等什么呢？在家千日好，出门时日难，大家就是回去吧啊！对，前辈兄弟说的对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守住九阳城的，大家散了吧。好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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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我真不知道，我是在欺骗他们，还是在欺骗我自己啊？我派你去九阳做二六三师副师长，是让你协助石师长搞好九阳防御，齐心协力共同抵御共军，同时你还要替我监督他的一举一动，但记住必须随时向我汇报，千万别干蠢事。是。当然，如果他有背叛党国的行为，要断然直至。是。终于来了。这他妈姓潘的架子够大的。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别开枪啊！好汉，各位好汉，我潘涛出道跪地，
与大家无冤无仇，你们干嘛要挡我的去路啊？再说了，我身上也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谁说你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了？你肩膀上那颗人头就很值钱吧？放肆！不想活了！我看不想活的人是你。别！这位好汉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不想干什么，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，一块儿在九阳城里发财。好啊，请问好汉怎么称呼？谢公馆，谢惠武。哦，是谢少爷，久仰大名。哎呀，既然你要跟我交朋友，那又何必摆出这种阵势呢？哦，对了，你叫你的那个朋友看清楚了啊！我对你们谢公馆那是半点敌意都没有的。安副市长，我看得起你才在这个地方等你。我希望你进城以后不要像那个石专员一样目中无人、自以为是。有空的时候，还请您多到我们谢公馆走动走动。好。哦，好，我一定经常去谢公馆拜访。听从大少爷的差遣，绝不说半个不字。好。看来潘副市长您是个明白人，既然是明白人，我就不用多说了。我谢某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好。潘副市长大驾光临，一路辛苦了。是够辛苦的，这一路坎坷差点没把小命给丢了。师座在公署等候，请上车。师座，潘副市长，你终于来了，欢迎你。师座，你看还劳烦你亲自来接，真是有点过意不去。潘副市长，你客气了。我希望你能大力的支持我，我们共同协作，确保九阳的安全。你看看，我们都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，谁也跑不了啊。是，潘某一定为师座马首是瞻，以后师座走到哪儿，潘某就跟到哪儿。哎，这话听起来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？哦，可能是路上太劳累了，有点糊涂了。请。好，师座请。河边的山坡上有二六三师的一个营地，大概驻扎了500人。一些秘密的军事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。没想到啊，你这方面的经验还很丰富啊。你这什么话呀，我还从来没交过男朋友呢。我说这个潘涛啊，潘副市长也真不中用，我三两下就把他摆平。
以后咱们在十一堂面前就有好日子过了。你不要太乐观了，韩涛这个人鼠目寸光，成不了大事儿，根本不是十一堂的对手。但至少可以肯定，他也不是我们的敌人。二叔说的对，我以后跟他打交道，一定要掌握好分寸。听说这潘涛的堂弟是在十义堂眼皮子底下自杀的，这次潘涛来，应该会暗中给十义堂找麻烦。这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就目前的情形，我们内部应该精诚团结，再起内讧。那这九阳城可就真保不住了。二叔，我怎么突然觉得你好像很支持十一堂的防御政策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就我们谢府在九阳的地位，一旦共军打进来，我们这偌大的家产还能保住吗？啊？更别说拥有自己的武装。适可而止吧，倾巢之下难有完卵啊。二叔深谋远略，侄儿自愧不如啊。来，副师长到。潘副师长，请坐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将士们的士气很高啊。啊，这都是石师长教导有方啊。但是将士们都想倾听您潘副师长的训导，一鼓作气，共同抵御共军。是啊，我也希望和将士们同吃同住，同甘共苦，同生共死啊。我们第五团是二六三师最精锐的部队，我们负责把守九阳城东大门，将士们都做好了随时为党国战死的准备。不，这么好的一支部队不能轻易的战死。一会儿我就去给石师长提个建议，把你们调回师部，负责这个城区外围的防务，怎么样？哦，其实怎么了？对我的建议不满意是吧？其实弟兄们都愿意在阵前为党国尽忠，即使是全军覆没，也绝不做缩头乌龟。你的意思，我们在城里待着的，就是缩头乌龟了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啊！这么好的一支部队，你一定要给我爱护好啊！潘副师长，请放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绝不与共军死战。这就对了。来吧，吃饭。来，我们共同举杯，敬潘副师长一杯。金师长，金师长，哎呀，潘副师长大驾光临，宋某不甚荣幸啊。宋县长客气了啊。对了，我刚到那天怎么没见你到城门口来接我呀？这个，我也有难言之隐啊。我明白了。是石专员的意思吧？咱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潘副师长啊，请你到县府一坐啊，让宋某表示一下婉莹之歉。哎呀，潘副师长有所不知啊，我虽为县长，可手里没权呢，这是一个摆设。以后还请潘副师长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啊。彼此彼此。上车吧。啊。看来宋司令开始搞平衡艺术了，他开始对我们不信任。邱总，宋司令在信里写些什么？冠冕堂皇的话我就不说了。最主要的是，他
他让我跟潘涛共同主持九阳的军务和政，还直接让我把第五团交给他领导，还变相的在他身边增加了警卫。这样一来，他手中的权力是越来越大。师座，这样一来，您对潘副师长就没有约束了？这倒不至于，毕竟我是二六三师的师长，我是九阳公署的署长，二六三师还要听我的指挥。只不过，我们将来要干什么事情，就不能随心所欲了。这就好比宋司令在我的椅子上钉了一个钉子，我干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，如不谨慎的话，碰上钉子，轻者会流几滴血，重者的话就会掉脑袋呀。师座，那我们今后该怎么办？先等等再说。最近潘涛在干什么？他在四处拉拢关系，配置自己的亲戚。有一点你万万没有想到，潘副师长跟谢府的人走得很近。他这是在想断我的后路。对了，共党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他们希望解放军在渡江之前我们起义。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少了。虽然我们挡不住共军的百万雄师，但是我们在面子上总得做一做，这样也让宋司令他们坚信我对党国还是忠心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乔副官，你想过没有？你也参加过屠杀共产党，像这样的事情，共产党能说忘就忘了吗？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绝对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，才能叩开和平起义的这扇大门。哎，七叔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少爷，你回来了。嗨，人老了，不中用。您既然已经找到合适的帮手，我还待在家里面干什么？人这一老啊，就想回老家，回去种种地，这辈子也就算过去了。七叔，你这说什么呢？你在我们周家待了大半辈子，为我们周家吃了多少苦？这外人不知道，我周瑜还不知道吗？你说你这一走，那别人怎么说我？这背后肯定戳我这脊梁骨啊，骂我没心没肺、忘恩负义。我是这种人吗？如果我周瑜真是这种人，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七叔，我从心里一直把你当我的亲爹看。我知道，你让我来照顾你，为你养老送终。
我从心里一直把你当我的亲爹看。我知道，你让我来照顾你，为你养老送终。你比我想象当中更加的惊艳动人。那就算是西施在世，也不能和你相比呀。时不时袭击二六三师的运输线路，潘副师长一直在找你。怎么样，跟我走一趟吧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私人秘书，我府上你进出自由。